咁啊，星期六早上都系好冷清嘅喎。就是第一間看的 St. Stephen Monastery， 是只有這間這麼舒服，不用上上落落樓梯都可以去得到的，車幾乎就停到門口。有六间修道院可以入，每间修道院咧收费应该都系3欧啊。不过得你呢间咧，唔使行咁多级楼梯咧就可以嚟到，所以未必可以六间去晒噶啦。哇！呢度 view 好一流啊！入去呢個室內就唔俾影嘢啦。裏邊有 WC。先入去嗰度，應該就係最多嘢收藏啊！要排隊入去睇嘅地方啦。頭先咁啱冇人。
比英啦。呢个头先出嚟嗰度啦。入面啲墙嗰啲画啊，天花啊，好靓，可惜唔俾影。诶，玩细路啊，鬼咩规矩都唔遵守啦。啊！連間 shop 入邊都唔俾影啊！依家撥埋喺度玩自己，走啊！喵喵，同埋只喔喔，咁彈嘅。呢個就係頭先張入場券啦，聖 Stephen Holy Monastery 三歐一張。